本地新的建筑物很快将有高科技的机器人进行检查工作。这些机器人装有激光扫描器，能够探测到最微小的裂痕和缺陷，比人工检测还要精准可靠。小巧而轻便，名为验房机器人的建筑业新帮手装有摄像机和扫描器，能在几分钟内自主移动，快速检查一个房间。机器人由南洋理工大学的一组科研人员、玉良集团以及一家起步公司共同研发，能够查出肉眼或人工器材可能没有办法发现的缺陷，协助业者更好地达到建设局设下的标准。测量师也可将精力集中在其他更需运用他们专业技能的方面。Our aim is not to replace the human inspectors, but instead, we are trying to make the inspection inspection of some specific problems in an autonomous way, in a more reliable way, and a faster way. We can make the inspection in a half time of a manual inspector. 机器人也可将收集到的 3D 数据上载到云端服务，以便系统后端操作人员能够检验这些缺陷。机器人将在明年第一季进行测试。